有啦，有，真的有。只是弟弟，那个你觉得老师他这样子算是怎么样？不好。没办法，爱的小手要伺候一下。你可以打他，搞不好这一下用力一点，一打下去马上就哭了。小布这一掌打的算是 OK 了哈，心甘情愿。他是来真的大力的。来，老师你讲解一下，他哪边除了哭不出来之外，为什么会那么难哭出来？时间太久了。还有，他没有融入那个剧情。好啦，那小富挑战完了，秋帅你在旁边笑得很高兴，牙齿非常的白，来站这边。北夏夏，站在这边哈，来也是鬼鬼来诉说一个剧情，然后加油，30秒很长哦，哈，30秒一杯杯 ，Go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？不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被吓到，哎呦！现在又要笑又要哭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中了乐透，不得。可是右手被车撞断。老师旁边，你觉得30秒怎么样？是不是太短时间？没有，听到鬼鬼的声音就很想笑。害到人家了，不要嫁祸给鬼鬼哦。来，老师讲解一下他的刚刚在表演出了什么问题。他都是在笑啊，没有哭。秋帅是要你挑战30秒落泪，不是一直看你在笑。我看你搞错喽，哭出来下床就是准备被神童打屁股喽。所以爱的小手，秋帅没办法啦，使劲的打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老师不管再怎么闹他，他都不会哭笑。哎呦，现在有要哭的感觉哦，这样有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老师，你是不是不管怎么闹你，怎么弄你，你说哭就可以哭得出来？哇，可以。可以，厉害。好，那不啰嗦，两位请先回座，我们让老师来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请老师来示范吧。一样哦，先来一个可怜的剧情，假装早上被妈妈丢弃在孤儿院门口，哈，一杯杯 ，Go， 10秒。为什么妈妈只给我看黑社会，都不给我看棒棒糖？为什么？怪怪的学姐在后面干扰之下，豆大的泪珠还是一颗颗的掉下来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强不强？强！大师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你讲给我听。你好厉害耶！9秒哎，就是融入那个剧情的角色。那你刚才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东西？就像那个。就是我们讲的说，被抛弃在孤儿院门口，哎，这真的要给他好好的，而且他的眼泪也太大滴，哎，直接就滴来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刚刚那两啊，谁叫我？我们这边有一个爱哭的多，爱哭的。我正想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啊有一个真枪实弹也很会哭的，多下来。之后好不好？你的哭终于可以，爱哭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所以敢不敢挑战？现在真的哭不出来，好，现在哭不出来，不行，好啦，不然我们不要说欺负你，我们也给你30秒，你试看看好不好？来，请站就位，站在这边。太帅！哇，你要哭得比这个老师漂亮很多。靠你！好了，来咯，小贝。多多是一只流浪狗，然后被抛弃在路边，现在要找回家的路，回到主人身边。计时开始。多多在一次的淘汰赛中，因为表现不优异，差一点惨遭淘汰。他的心情一直是忐忑不安的状态，他一直希望可以待在棒棒糖里，跟着大家一起过。可是大家一起。
起努力。鼻头有红。他发现今天的评审好像不太想让他留下。整个这样子行吗 ？OK 吗？老师，他刚那样子是大失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很会哭，只是你知道，爱的小手给他打下去，马上哭了，好不好？多多翘高，打小手。屁屁啦，打手。范范姐，你还手下留情。Hero 哭了 ，Hero 哭了。回想到淘汰赛那天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哇 ！Hero， 想不到你的感情如此的丰富，多多还没哭你就掉下眼泪来了，看来你有听老师的话哦，可以融入剧情呢。哇！所以我们 Hero 我们还是有蛮厉害的了吼，可以跟你对话一下了吼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戏剧大考验。一个板子啊，这个戏剧大考验就是人地然后事三个，对，所以呢抽到的呢就把它拿起来看是什么状况，然后就要直接演出来，这样好不好？有没有两个人来自愿要来挑战看看的举手？阿本 Prince OK 哦吼，说哭就要哭的哦吼，好，来请出列。好，两个去抽这边翻那个板子哈，最上面的三张把它贴上去。第一个状况是选美皇后，就有一点要女扮男扮女装的感觉了。马桶 OK 的。地点马桶上，马桶上。拍子就已经开始在演了，而且他已经在抖了，想说这要怎么挑战？还有一个试是什么呢？拉肚子。哎，这样还不错啊，蛮符合情况的。对啊，还蛮 OK 的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到这边来哦。幻想有那个号，老师给一点音乐了号。刚得了选美皇后冠军。谢幕的时候，突然肚子绞痛，拱拱拱拱拱，开始不对劲了。旁边的佳丽都在瞪我了，立刻找到厕所。好，非常自在的下台之后，找到一个马桶。哎，不错，还知道泳装要这样脱了哈。腿也太开了吧！仪态这么差，还当选美皇后？哦哟！没擦屁股，你连屁股都不擦就把泳装穿回去了，吓死！没有冲水。好啦，还不错啦，老师这样是不是还不错？嗯，还 OK 了，有搞笑的感觉了哈。好，来 ，Prince 来抽一个。小俗辣。外太空的俗辣哦，什么？外太空穿着太空装，要怎么诠释出俗辣的感觉呢？还有一个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舔冰淇淋。我跟你讲，俗辣吃槟榔很简单，但是呢，舔冰淇淋就需要一点技巧了哈。小俗辣在外太空舔冰淇淋，他围了一个。飘的感觉，一边抽烟抽着就飘上了天空，还撞到别的外星人。飘着，突然眼前来了一粒超大球的冰淇淋。这什么怪剧情啊！冰淇淋飞的同时，瑞姐一起飞出去，他在舔飞掉的冰淇淋。冰淇淋也太会飞了吧！哎，瞧你吹到下巴都快掉下来，吹得这么辛苦，哎，不如就不要好啦。天哪，哎，你这个算是很抽象的状况剧了哈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觉得他这个 OK 吗？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种假话你也讲得出来，果然蛮会演的。好了，还不错啦。
Apple 有那个鬼鬼，你们想不想试看看 ？Apple 玩好啊，你们要可以一起啊，要不要？我很害怕，我总觉得这些题目都很可怕。谢谢 Friends， 可以的，来来来，什么？鸡头不要！鸡童是。哇 ，A 童学姐可是遇到难题了，她能否把鸡童这个角色诠释好呢？还有更多令你意想不到小神童，明天晚上11点，魔幻棒棒糖为您呈现。